要改变一件事情一个观念是非常困难，当然要去改变马祖那是更困难。在当年提到抗战时期直接国际管控所有的一切都去得之不易，在战地政务时期我们失去了基本的人权原则，那我生长在这个时代，你对于家乡这些事物是有极大的冲击，希望我们的家乡，希望我们自己生长的地方可以跟台湾、台北，或者世界上的一些人会一样的待遇。从国际的角度来看，海岛确实人文学家、书家。音乐家这些，乃至哲学家，最容易、最好居住的环境。那我们自从几年之后，马祖要做自己当家的，经过。家乡奉献，有社造人也好，有文化人也好，这些也有无悔的投入。然后我们从人的社造到神的社造，然后改变一些些，经过二三十年之后，突然觉得好像时间到了，应该要。到这个是我们将来要发展的有艺术岛，马祖不仅艺术岛，在政府的一个政策都已经实现，我没有决定，我只能有一个祝福，有一个好的环境，好的艺术创作的一个环境，让更多的马祖人返乡从事创作，或许者是其他的观光，或者是落叶归根，安养天年，策动更多的外来的优质人到马祖这个土地。安心的创作，因为在马祖他们进行创作这些作品之后，他可以把这些作品在全世界发光发热，行销马祖，让马祖监督上国际。是不是也可以这张大船可以带他们去？
像你穿越以前的时间，然后走到未来的时间，穿越时间的时间。母亲的船就是我把老家的那个木头啊，就是做材料，然后母亲的衣服，妈妈衣服啊，以前的工具啊，甚至她的照片啊，这些生活场景啊，摆设一些。那象征着就是说，母亲就是打鼓，广义上讲。那母亲的船的话，是用传统民居的一个大木建筑，经过穿斗式的一个攀爬大木结构的技法，啊，建筑的方式呈现一个作品的一个美感，它会有一个传统的造型。它的面积会比较大比较高，会往侧面延伸啊，那侧面延伸的这些可能高度就是一层楼高两层楼高再爬上去，所以远看从一步一向进来之后啊，它会呈现一个视觉上的冲击啊，路边过去就做艘船的话，就是有船头、船尾结构的话，就说我们是一个像一个母舰，艺术母舰啊，有后面的接尾，有船身部分啊，这样子一直交织这样子，整个现代的图像，有外来的一些老师啊。加持，让我们这些学员啊吸收各种养分，各种不同风格艺术啊。那整个来讲是撑起阿祖未来艺术的种子。那就看你的喽。我觉得我还是属于一个。创作者，我应该要有一些作品，留下来给我酝酿我的这块土地，算是回馈，算是报答酝酿我的一个亲大土。窗户时间与时间，对那么。启动，哪有不给也如多譬如就是讲以前我们经历，我们过往怎么走过这一段，所以就哪有什么草稿，就是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，随便一段都可以接起来。